少主，到底要怎样？线索拖动前进，去碰到敌人。少主小心。线索拖动前进，去碰到敌人。线索拖动前进，去碰到敌人。饕餮在前，朕已经闻到庆功宴。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欣赏朕的英姿吧。朕已经闻到庆功宴上的酒香了。做得好，不要放弃。圆弧试玉，后殿，此行路途遥远，这是召唤阵。灯亮引魂来，点击。灯亮引魂来，点击。我是专程来服侍您的锅包肉，为何您看上去有些困扰？少主，将食魂选择这个位，将锅包肉选择这个位，且将留下了擅长战斗的印象。能与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，万事俱备。听闻佛跳墙，路上许有危险，点击此处，点击此处，开始处。请点击石魂，以为这样可以切换，请点击石魂。少主，准备太紧张吗？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？这可是我拿来喝的酒，您打算怎么补偿我？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吗？少主，不要太紧。
不会让你们伤少主一根汗毛。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吗？不要太紧张嘛。我们赢了，辛苦你了。哎，自动模式开启，少。这可是我拿来喝的酒，您打算怎么补偿？这世上，请允许我将这份胜利的荣光奉献给您。喂，能收？恭喜少主！哥，我完成所有关卡进度后，我们现在还未通关。出击前请选择。又要出战斗？这可是我拿来喝的酒，您打算怎么补偿我？再靠近一步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请允许我将这份胜利的荣光奉献给您。哎，你挡路了。哎呀，悲莫悲兮，
是哦，我的天哪！欢迎来到奎元楼。盯着我的脸做什么？真是太好。需要多长时间？我作业还没写完。现在是要摆龙门阵了吗？让我来驱除。这可是我拿来喝的酒，您打算怎么罚我？别废话，直接用拳头直接上路，统统给我嘴巴闭起！污秽之物，消散吧。请允许我将这份胜利的荣光奉献给您。